毛小孩是许多人的心头肉，外出旅行入住饭店时不能带着毛宠，总让人感到小小遗憾。台北君悦饭店看准宠物商机，推出了宠物套房，让狗宝贝也能入住，与主人一起同乐啦。宠物入住只要加2200元和15%税金，每间房最多可以住2只25公斤以下的狗儿。套房提供狗罐头，还有专属的碗盆，让狗狗尽情大快朵颐。若想吃点小零食，这里也有准备狗儿专属的小馒头饼干，你看狗宝贝吃得多开心啊。当然也少不了狗狗专属的睡床，让狗儿一夜好眠。睡前记得帮宝贝洗个澡啊，专属狗狗的沐浴乳、毛巾这里都有，连尿布也一应俱全。不过目前馆内餐厅没有开放宠物进入，若想和狗宝贝一起用餐，拿起电话叫 Room Service 吧。虽然狗狗不能进餐馆，但只要系上住房专用的挂牌，就可以带着狗狗在饭店大厅走动了，是不是很威风啊？另外，天成文旅也推出宠物住宿专案，入住只要3999元，还送项圈、牵绳、梳毛刷等狗狗用品。看完各位毛爸毛妈们是不是非常心动啊？快带着狗宝贝一起入住吧！不过目前都只开放狗狗入住，养猫的拍摄啊。动物新闻，狗狗真好命啊！报道。